因为我记得《福士达布斯》今日咧就玩只 game 咧叫做 King of Avalon， 咁其实咧我就玩咗好耐噶啦，咁啊，呢个 game 系一只攻城嘅 game 啦，咁啊，点解呢个时候而家即刻拍片咧？因为咧呢、这个时候咧我哋嗰、那个啊联盟啊，突然之间咧就去杀呢一个啊韩国人，系啦，韩国人而家就好惨啦，好惨啦，系啦，呢一个咧 Demonic Dragon 咧就是、一个龙啊，一个恶魔龙啊嘛，即系中文译翻啦吓，就是、我哋嘅盟主，睇下佢。外挂般的存在啊，佢差不多几多百万战斗力喺度，系四千万战斗力啊！有冇睇错啊？系冇错，四千万战斗力系啦，一个走去 KO 咗人哋嗰个十九呢成，你睇人哋本来五百几万战斗力啊，唔系而家都五百几万战斗力，俾人哋 KO 完之后仲有五百几万战斗力，咁我就梗系隔山观虎斗啦，系啦。咁啊，系啦，呢一个联盟咧，其实系国际联盟嚟嘅。咁啊，亦都系谂过可能今次拍片咧，咁啊开一个联盟睇下几多咁多位波友会唔会有兴趣入啦，系咪？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入咧，欢迎大家留言话我知啦。咁我就到时会开啊，叫做Smiling Kingdom。咁我而家暂时就唔会出工会去开住啦，因为咧咁啊得我一个人就暂时冇嘢打嘅。咁啊，所以今集咧我想拍啲乜嘢咧除咗我哋嗰个联盟之后咧，這個、EYEII 咧亦都系。叫做比较 friend 嘅联盟啦，同我哋系啦，咁我有盟主就叫做捉卡啦吓，系啦，你见啱啱佢一攻击嘅时候，两边对佢挨咧，即系挨啊呢个国家啊，咁啊走埋嚟执死鸡，真系挨呢一队韩国人比较可怜啦，系啦，突然之间俾人哋拆城吓、啊，又个个开晒盾啊，俾人打到全部缩埋晒一嚿，系啦，咁啊通常啲国战 game 就系咁啊，一刀人咧就可以围殴人哋啦吓。啊或者是你的兵越是先进啊，越是高啊，咁啊，当然有不同的兵种就吓、啊，对唔同的兵种有不同的属性啦。咁我暂时就系升咗十六呢嘅嘅战士啦，呢、這个兵型啦吓。咁、啊、其实每一只兵咧有唔同嘅对战属性嘅，你见到咧，例如如果我如果起呢个五呢嘅骑兵咧，佢系对呢个射手有更加高嘅攻击啊，有一啲咧就对战士，有啲咧就对射手啊、战士啊咁样啊。而起一啲机械厂嘅，例如呢啲战车咧，亦都有唔同啊，有啲咧就对对方嘅陷阱有攻击力啦。你知咧，成日有嗰啲陷阱噶嘛，即系如果人哋陷阱太高咧，你冲晒啲兵过去咧就斩死嘅啫。咁啊提醒大家啦，话呢啲攻城 game 咧，通常咧你去攻击人哋座城咧，你啲兵咧系死嘅，系唔会伤嘅。系啦，咁即系代表咧，你系会耗好多嘅战力，咁所以其实咧，要 make sure 你打得赢，你先好冲埋打人哋座城啦。咁啊，如果你守城嘅话咧，你啲兵死咗系可以瞓医院嘅。咁啊，当然你要起大啲自己医院啦吓。咁同埋咧，而家暂时咧，我入过呢一个联盟咧，就应该系最强嘅，应该喺呢一个 server 嚟讲系最强嘅。咁啊，你见到实力就知啦吓，两亿实力。咁大家可能觉得奇怪，话呢啲点解你入联盟呢即系联盟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嘅，即系而家我咧要起一啲。升我的铁井啦、啊、升级的话呢是可以联盟帮手的是、啊、可以每一个人呢可以扣一分钟的。咁你起的嘢就会快好多啦你的战斗力就会升得劲好多啦。咁所以我要话呢点解要开一个新的联盟的话呢要逼 Sura 咁多位帮友有兴趣一起玩啦如果唔系得我一个呢是差好远的是惨过唔开的。啊同埋我觉得呢一隻 game 呢几个人嘅就是呢佢系有龙啦吓，咁、啊、你当然龙可以学技能嘅，佢有攻击技能同埋叫做防御技能两种技能学嘅。咁而一只龙咧，啊呢只龙龙系啦，佢龙龙叫乜坟啊？有冇睇翻只龙龙叫咩名字？一睇、哦，巨龙长情系啦，叫巨龙乜坟，系啊，战斗力都有成140000噶 ，OK， 系可以同你帮你去战争啦、打仗啦、啊、或者系防守嘅时候用嘅。咁当然龙嘅攻击技能同埋嗰啲叫防御技能咧，就靠你啲叫做系。啊！赚啲攻击点数同埋防御点数去升级你啲技能啦。例如升一啲部队嘅采集食物速度啦，呢、這个几好用噶啦。咁你升完咧就咁揿升级，咁佢就用咗700几个叫做防御点数啦，系啦。咁呢有用咧，因为升完呢一个咧，当我采集一啲田嘅时候咧，就会快好多啦吓。咁啊，资源越系多咧，咁啊对我嗰啲啊，又可以起咗啲兵啊，或者系升高啲嘅城啊，咁啊好有用嘅。咁其实如果你升高啲龙嘅话咧 ，unlock 啲技能咧更加劲嘅，有啲咧就升你啲骑兵啊，或者其他啲兵嘅 HP 或者攻击力咁样。咁暂时我主要升喺呢一个部队嘅上限啦，即系每一次你派军队上去嘅时候咧，出去打啊或者系战争嘅时候，最高嘅上限可以几多兵嘅。咁啊，我留住点先。同埋一样嘢，几个人咧佢就可以打啲叫做冻月，系咪算系冻月咧？系啦，呢、這个叫做遗迹。咁你遗迹用啲咩打咧？就是、用你嘅龙魂啊。咁龙魂咧，其实就类似好似匹粉咧，佢将佢变成一个灵魂咧嘅战士咁样嘅。系啦，咁我嘅龙魂咧就叫做波仔。OK， 阿波仔，你睇下佢，佢女仔嚟噶。嗯，
OK， 我应该叫波女系嘛 ？OK， 即系有男有女嘅，你开嘅时候你可以拣嘅，唔一定要拣呢个女性嘅。咁多你都可以整一啲装备俾佢用啦。咁啊，暂时我就未整晒啦。咦，唔系，睇够唔够用先？啊，未够，多啲素材你要储翻嚟嘅，你啊打啲怪啊嘅时候会得到嘅。咁啊，龙魂有啲咩咁过瘾咧？咩咁重要咧？因为龙魂咧系可以帮你打洞穴嘅。呢个打呢个遗迹叫做系啦，咁啊继续搜索。每一日咧，其实都会重新重置过你嗰啲体力啦。咁暂时我由左边你见到啦，就34个体力。咁会下一步咧就扣一个体力噶啦。呢个就系喺呢个遗迹上面行嘅玩法。你见到咧拣箭嘴嘅时候咧，系咪有啲似以前嗰啲叫咩恐怖 game 啊？嗰啲鬼屋 game 咧，好似喺度行鬼屋咁样咧，喺度揿箭嘴，然后喺度突然间撞到鬼啊，有鬼啊！咁呢一个咧就喺右上角嗰地图咧，去睇下分辨你究竟要去左行啊，向右行啊？诶，冇嘢，冇嘢打嘅。正常应该撞到怪嘅喎，啊有啦，怪物袭来。嗱呢个时候就会撞到怪啦，咁嘅怪就打你啦。啊，你就一夜偏爆佢，你睇我只龙魂几劲，系咯，暂时就好多血嘅。啊，咁但系啲怪咧，通常有啲龙魂嘅经验啦，或者啲奖赏嘅，咁啲奖赏就会去咗你背包度啦。咁你见到咧，你可以透过升你嘅龙魂嘅 level 咧，去 unlock 更加多嘅背包嘅，咁佢就会帮你攞多啲可能系资源啊，甚至系经验值啊咁样嘅。哦，继续行，哎，首领啦，每一层都有一个首领啊，咁但系暂时呢个层嘅首领就系呢个大嚿碎莲藕人啊，我都叫佢做莲藕人，成个莲藕咁样啊，煲莲藕汤好啊 ，OK。暂时离开先，因为我想试下学一个龙魂嘅天赋，系啦。因为其实龙魂系有技能嘅，咁啊，但系之前一直冇学嘅啫。系啦，天赋四。咁你见到其实你嘅龙魂咧，其实系可以有三种俾你升噶，可以升法师啦，其实是可以狂战士嘅。我建议大家咧升死一只。点解呢？因为升到最尾咧，你其实一个叫做技能啦吓，好似呢个火球术咁样咧，你可以打敌人咧啊，扣啲火伤害啊，额外有更加高嘅伤害力嘅。好啦，咁暂时龙魂就唔打住咧，咁我试下睇下翻我嘅巨龙先，睇翻个巨龙不焚。系啊，咁巨龙不焚咧，你就可以升级佢龙穴啦。咁升级佢龙穴其实有啲咩用呢？就系、是、叫做可以减少嗰啲攻击同埋防御点数嘅使用啦，吓、啊，即系叫平啲啦。买技能升技能嘅时候，咁亦都可以升技能嘅星星嘅。咁啊，呢啲技能嘅星星亦都系睇翻你学咗啲咩技能啦。咁啊，其实有好多巨龙嘅，就唔单止系一隻嘅。咁你越系升佢嘅时候咧，有啲例如系红龙啊、白龙啊，或者系金龙，你都可以升到嘅，引育到嘅。咁啊，暂时佢有四方嘅技能咧，有啲系打怪兽用噶啦，有啲系防守攻击或者系采集嘅时候可以啊，对你嘅军队有啲加成啦。咁而家我就暂时系幼龙啫，系啦。咁啊，随住不断咁样打怪啊或者系攻击啊，就会升呢噶啦，就有啲龙嘅经验值噶啦。等下先，而家我哋啲盟友啊，仲讲啲乜嘢咧？阿 Doom Dragon 佢哋 ，OK， 佢哋倾紧喺度互送紧资源。咁冇错，其中一样嘢都联盟咧，最过一样嘢就系可以互相派资源嘅。咁啊，当然你嘅资源就取决于你嘅贸易站，冇错啦，贸易站。咁呢个贸易站咧就可以同你啲联盟嘅成员互相交易啲资源啦，吓、啊。咁啊，当然要升高啲咧，先越多资源啦。你睇，哇，咁快，我啲队友已经帮我起好晒，啱啱我去要起嘅嘢啦，继续升下先。又升下啲农场啊，因为我发觉啲资源都唔系好够用。系啦，联盟有啲奖赏嘅，嗱你见到哇超多奖，一夜抢咗劲多资源俾我，即系你贡献越多又可以有奖赏，跟住可能你帮得多队友又有奖赏。好啦，咁呢集咧冇理由净系斋喺度睇我起阿成个门噶嘛，系咪先？所以我决定出嚟开战，睇下附近有冇人可以俾我打下先，或者我仲未揾到想打嘅国家啦吓，系啦，唔紧要啦。因为我谂暂时啲外国人系未瞓醒嘅，天上嘅人比较少，系因为而家我系差唔多朝头早玩紧，我基本上夜晚先会多啲外国人上线嘅。好啦，唔紧要，亦都可以打其他嘅，试下打呢个野蛮人嘅营地啦吓。咁野蛮营地其实咧有啲似怪兽嘅营地，即系呢个叫城啦吓，怪兽嘅城咁样嘅。最近会唔会系呢个咧？袭击呢个试下先。咁通常就会用你二十体咧去叫做袭击啦吓，咁睇会唔会有队友咧会 join 先，因为如果咧一个人咧系唔可以打到一次呢啲咁样嘅手嚟嘅，就袭击先打到嘅。喺呢边可以打咧，试下打个出呢啦，好嘛？有冇人可以 join 啦？希望有人可以 join 啦，我开个30分钟啦，好嘛 ？Anyone join？ 要讲英文嘅 OK。我队友话太低你啦，佢唔想打。啊，会唔会佢有啲咩想打啊？咁啊，咁我试下解晒先。咁啊，打啲难少少咯，十二呢好冇？喂，打十一呢先啦，算啦，十一呢，拗拗地底啊，惊死晒啲人啊，系啦，
班友都唔知 join 唔 join 嘅，拉佢哋唔 join 一个人打啊，仲衰。好啦，终于可以同我嘅朋友接争啦，因为真系你知呢啲时差嘅嘢系咪？所以点解如果大家一齐玩咧吓，大家嘅生活时钟会快好多，同埋大家即时玩咧沟通都会快好多。好啦，而家我嘅队友 Logan 嚟紧啦，哇，派埋条龙仔出嚟啦，系啦，然后就过嚟集结一齐打佢。因为啱啱咧就转咗五分钟，啱啱开个30分钟咪太长啦，等到花儿阿谢了，所以个时候咧就5分钟得啦。你知啦吓，佢住咁近，大家隔篱邻舍好快过到嚟。好啦，集结中，仲有20秒，有新嘅联盟队友想一齐 join 喎，叫 Blue Dragon， 系啊，呢个联盟好多 Dragon 嘅真系。啊，唔知有冇 G Dragon 咧？唔好意思 ，OK， 烂咗。好啦，打完啦，系归还紧。我啲惊我会唔会唔够抽咧？会唔会死晒啲兵？应该唔会嘅，我谂。喂，睇战报，胜利奖励哦 ，OK， 即系 Q 完之后咧就有啲奖励啦，系啦，啲野蛮人嘅宝箱啦吓。好啦，咁啊，暂时今集玩咁多先，因为都玩咗成个钟啦，系啦。因为 game 咧其实咧玩嘅时候咧真系好快，要过好耐嘅时间，你都唔知道。咁啊，提下大家啦，如果大家收集资源嘅时候，可以唔使逐个逐个揿嘅，你可以揿实一下，然后拉下手指就可以得噶啦，就即刻可以攞晒啦，唔使逐个逐个揿嘅。系一二三，揿之后扫过去，系啦。咁希望帮到大家啦吓。咁啊，今集系咁多先。如果大家咧真系想一齐玩咧，入呢个224 server 咧，咁我就会开呢个叫Smiling Kingdom 啦。到时咧，大家入嚟咧，或者加咗好友先，咁我就系啦，集合大家一次过一齐去入一个联盟，咁啊同大家一齐玩。咁啊，今集系咁多先啦。大家喜欢嘅 like subscribe， 我哋下一集再见啦，拜拜。